放下。我是 B。组的那个姓名跟那个学。我是第一组，然后我是16号，我叫邱千华。大家好，我是做那个身心障碍的。然后我觉得，我为什么会？我觉得我要上这个环保课程，我觉得，困难点很多。困难是怎样？刚好我要上课的第一天，刚好我要去台湾看医生。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很积极啊，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佑龙组长啊，他就一直我不懂的他一直教我，然后第一次看到姜老师的时候是在我们社大的，好像不知道上个月，然后我看到他之后我相信他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做了相信的工作，所以我觉得怎么说，我觉得认识他我得到相信，然后相信之后我觉得我多了两个头衔。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做对的事，我当了队长。第二个件事情就是我们将来也就是个厂长，因为环保肥皂，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滑倒。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厂长嘛，就又像我们是澎湖，那如果是台湾的话，本岛的话，他们都是做一些污染的。其实他们为了赚钱之外，他们都是好像有点缺德啦哈。那我们是在做那个环保，而且是无污染的，是做有功德的事业，哈。然后像我们去上课的时候啊，老师就会说啊，环境越文明，可是相反的，我们的环境也被文明所破坏，哈。所以我觉得说，这种环保的事业，尤其是这种可以做那个资源回收的，或者是在制造一个生产的产业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看到这么多人，我觉得澎湖是有希望的。然后我希望这个希望是由姜老师继续带我们，还有那个社会大学的校长，还有课长，还有那个主任，就大家携手来把这一块澎湖的无污染的环境把它做好。然后就是我觉得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，唯一的最好的优点就是，人才辈出，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尽量的在付出，我觉得这样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。然后我觉得说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我去请教别的老师啊，我觉得别的老师都很客气，会让我觉得没有压力。我觉得这是，对我来说已经把第一个防线所排除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可以继续做的。然后我希望说，老师的那个他希望我们，就是做环保的观念，还有说希望我们这个产业还有澎湖的那个工作就业的话，希望说真的是可以去执行。然后就是有需要老师帮忙的话，可能老师会常常的需要受到我们的干扰，然后这边也可以先感谢老师一下，好。然后科长也很认真啊，然后希望说在这个工作方面哈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帮忙一下。然后我就希望说，就是好，谢谢大家。